終於嚟到五月，天氣咧開始叫暖翻，就可以去撐船啦。就試我哥哥新設計嘅一隻船啦。天氣真係好靚喎，今日大概係下晝，但係咧河嘅水位好高啊，浸曬成個碼頭，我第一次見啊！著聲幾好。真唔敢相信，從未試過見到條河啲水位高到咁啊，好神奇啊！睇下個藍天，大家睇下先，好靚啊！真係好靚啊！準備好啦，著曬救生衣，出發！可能上游沖了很多泥沙下來，條河呢今天很濁，可能你見我呢都是兜來兜去在一個範圍那裡撐，是有原因的。看看我又兜回轉頭，兜回出去了，打圈這樣在撐。我是一直沒有撐過那條白線，即是那條柱位後面的水域的。這隻船呢那個穩定性呢很高的，但是呢我都是不敢撐那麼遠，我都試過站起身來試過沒跌的，個穩定程度很高的，不過都唔好搏啦，水温都幾低噶，雖然好好有陽光啊，今日你見我都冇未著短袖衫，咁啊，一陣鏡頭影得清楚啲，你就見到噶啦，啲水係幾急噶。嗱，白線後嘅位置咧，嗰啲水咧嘅流動咧係好快嘅，所以我都。有少少擔心啦，屋企人都叫我，唔好撐咁遠啦，玩下好啦，就兜嚟兜去啦。OK 嘅，今日都幾開心幾過癮嘅個感覺，因為第一次咯，今年嘅第一次落水啊。好，係咁先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Thank you.